好，各位法师，各位同学，阿弥陀佛。好，我们现在讲的是应顺导师的《摄大圣论讲记》。那我们讲到第三章呢，所知相。好，第二章讲的是所知一，对不对？所知一是一在哪里啊？阿赖耶识。所以我们说阿赖耶识哈，唯识来讲的话，又叫做赖耶缘起，有没有？赖耶缘起，好，赖耶缘起。那这个读了所知一，那一在赖耶上，所以我们说这个叫做赖耶缘起。那所谓的赖耶缘起呢，就是在讲说整个所有一切业力因缘呢，它会有一个装载的这个东西，就叫做什么阿赖耶识。阿赖耶识，所有的这一切都从这里出来的。好，那它所出来的呢，就有两类的种子，有没有？业种子跟什么名言种子，有两大类的种子。好，那在名言种子呢，它叫做等流习气，业种子它是一种易熟的习气。好，也就是说名言种子，比方我们听经闻法，是不是熏的是名言啊？所说的法当中，我们是不是会等流的去思考啊？就是有一点相同，但是又不尽相同啊，因为佛陀也讲嘛，佛以意应演说法，众生随类各得解。它有点像影子，啊，有点像又不大像，哎，不完全是，但是又依稀仿佛是，所以叫做什么等流习气，这样理解吗？啊，等流习气。所以呢，如果我们说哎，熏的是善的。善的等流习气，善的名言种子，它也会变成所谓的什么有知，就是说它其实这两者会结合在一起啊，那么它就会形成所谓的易熟果报啊，由种子到什么果报的一个过程，它有等流啊，有等流的特质，是善的种子进去呢是善的。恶的种子呢，恶的善的名言进来的就是善的种子，恶的名言呢进来是不是就是恶的种子啊？啊，好，所以它有等流的一个特质啊，有等流的特质。好，那这种等流的特质里头，它会分了善恶，所以呢，它又会往这边去啊，啊，就说它会变成，它会排列组合，因为到这里头，其实记录的就只有善恶而已啊。他不会记录说我到底熏了什么种子，有没有？我们现在熏了什么样子的名言是现在才知道啊。好，我们现在当场知道，或者我们记忆中的知道，进去他只有分善恶，这样懂吗？其实他进去之后，他会分出善恶，他会分出善恶。好，所以呢，会有所谓的名言熏习跟什么我执熏习，是因为这里头有我啊，这个能取跟索取，能取跟索取了，我取跟什么我索取，因为我们自己是不是会有所取着啊？啊，会有我见跟名言，这个名言其实就是法执，我们会又分成我执跟法执。唯识哈，它是可以去做很多的分析，其实它整个是不是还是融在一起啊？虽然我们看是这样子。但是它其实最后还是融在一起，都从这里出来。所以它这里大概只，如果以善恶，以业力来讲话，是不是只分善恶啊？乃至于无记性，它都还不会变成果报呢。无记性它本身没有业的力量，它其实主要还是什么善跟恶。所以善恶非常重要，善恶非常重要，是因为它都会记录进来这里面。好，那像我们来熏习听经闻法，是不是就熏习大量的善啊？这个也是大量的善。不过我们说，哎，能够来熏习佛法，也要在我们体力、脑力都还很清楚、很能够自主的状态。如果又年老力衰、脑筋又想不来的时候，是不是就没有办法了？所以这种的时间其实并不，哦，是非常可贵，并不是非常长的。好，所以呢就应该要怎样多珍惜啊。好，那之所以讲这三个来讲的话，也就是在讲好，这个主要呢在所知相里头会大分成什么三大类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依他起相，好，这个
遍计所执相，还有什么缘成实相。好，会有三相，所知相当中会有三相。那这三相里头呢，就以什么依他起为中心，以依他起相为中心。那这依他起相里头分了有11个事，有没有？好，跟八事规矩颂是分了多少？8事。我们习惯的是不是就叫8事啊？好，但是我们摄大圣论呢，它把它分成11个事，哈，也就是所谓的什么身事。所以它这里的身事指的是身根事，叫做五根的意思，色根事啊，其实它应该叫做色根事，身根事的意思，身事，它是五根，之后是不是还有个意根？这个是5根呢，哈，也等于说它是5根事。然后呢，有个意根事，因为它这个根净事合嘛，根是不是要有6根啊？身事只讲到5根，然后都加一个事哦，因为后来会发现说，怎么还有眼事事、耳事事、鼻事事？就因为这里叫做眼根事、耳根事、鼻根事、舌根事、身根事，这个叫做舌啊，这叫身啊，眼事事，这样理解吗？都加了一个事啊。这三者来讲都是有一个事，因为它分了11事嘛。好，它分了11事的意思哈，所以这个第二跟第三叫做生者事跟什么受者事，其实它是从意根事来的。好，因为眼根、耳根、鼻根、舌根、身根之外，是不是还有意根？它的意根在哪里啊？在第7意识里头。所以它会这里的生者是受者是，就等于是在这下头，它依在这上头，因为它依在上面，所以它生者是受者是相当于第7、8、2世，尤其以第7的特质为主，所以呢它叫做染污莫那，还有一个叫做什么无间灭意，有没有？染污莫那，生者是它是为染污莫那，它这里受者是什么？无间灭意。这两者是不是都是第7意识的特质啊？第7意识的特质啊，那其实它，像我们在讲阿赖耶识的时候，也没有特别讲第7，所以它常常是7、8、2个合在一起讲的。只不过在7、8里头，在这里他比较强调的是上面的特质，好，那另外就是6境叫做彼所受事，感受到了什么色声香味触法，还有什么彼能受事，彼能受事就是所谓的六事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也是6事6境跟什么6根，3者合相处，形成了所谓的18界，有没有？18界是不是这样子来的？18界，好，所以呢，这里的一根事本身其实已经包括了2个事。如果以8事来讲的话，就是第7、8、2事。这里虽然有6事，其实这里已经也有什么7、8。好，那当然在讲大圣广武运论的时候更清楚地告诉我们怎么去分这些，有没有？好，那这个是，所以后面有时候会讲到5事，摄大圣论讲的5事不是前5事，而是什么1、2、3、4、5这5事，等于是18界5事，因为它分11事嘛，这样理解吗？所以有时候我们说，到底是怎么去分的？那要看在哪一个论上面来说，对不对？如果8事规矩颂，那当然就是8事，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8事。那现在叫做11事，这个叫做前5个事，
前五个是讲的其实是十八戒的这个范围，这样理解吗？好，之外呢，第六个就是什么世事术士，第七叫术士，第八叫做处士，第九叫做言说士，这个我们比较习惯一点了。事本身有时间的流转，处本身是空间的变化，我们的所谓的世间是不是就是时间空间的转变啊？所谓的世间包括了时间跟空间啊，之外呢还有数字，对不对？还有言说事，言说事啊，到这里九个事叫做什么？名言熏习，叫做名言熏习。那第十个叫自他差别事，它是从我见熏习来的，它属于我见熏习。第十一个呢叫做善去恶去死生事，这个等于是啊，我们这辈子结束之后到底往生到哪里去，那是不是就要看这里面的善恶啊？善种子多就到善去，恶的种子多是不是就到恶去去了？这个叫做有知熏习，这样能不能配得起来？前面九个都属于名言熏习，这里有五个，一二三四五啊，看看到吗？好，那这个当然跟这个是不是也有关系啊？好，其实大部分讲的是什么五根六根六境跟六识，但是在一根上面其实已经包括了七八识。意啊，好，五根六根是不是就眼耳鼻舌身意根啊？对不对？有个意根，意根本身哦，因为在大圣兴起之前，是不是只讲六根六识啊？六根的这个根哈、哦、的这个意根，它本身其实等于有它的深浅度了，只是它没有去分。所以我们这个前面也讲了很多哈、如果没有阿赖耶识就怎么样不成，有没有？就因为他们只讲六根六识嘛，六根就没有去分得那么清楚的去做切割的时候，有很多东西是很不容易去讲清楚它啊。但是呢，摄大圣论它，因为它还是大圣佛法，是不是还是用八识啊？好，不要以为说这里头好像只有六识，其实它是还是有八识的。虽然这个在原始佛教就出现的六根六境六识十八戒，十八戒是不是还是包括了有第七八两识啊？上回我们也发了那个表吧，哈，上个月是不是有发？上个月是不是有发这个表？十八戒的关系有没有？哦，五蕴、十二处、十八戒，这三类讲的范围都差不多，只有五蕴比较少一点。哦，叫白法有没有？是不是整个分成白法？五位白法，五蕴它最小，它扣掉了无为法的六法，所以只剩下九十四法。十二处、十八戒，它都是白法哦。它们都是白法，所以十八戒里头是不是还是包括了有第七八两识啊？有意戒嘛？有没有看到眼耳鼻舌身？各位有这个表哈，最下面有没有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跟什么意根？意根其实就是第七八两识，有没有看到？哎，然后意识界有没有眼识
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到意识，这是不是也是六界？对不对？这样看懂没？还有呢，色声香味触法界，有没有？法界是最复杂的，它最多法，82法，它其实有82法。好，那当然，因为我们现在不是在讲大圣广我圆论啊。哦，欲知如何就要详细的听大圣广我圆论哈。主要我们讲这个就是在讲说，因为这个跟十二处十八界是不是还是有关系啊？十二处是什么？六根加六境，但是六根加六境一样还是白法哦。十二处有没有？眼耳鼻舌身意处，意处其实八识全部包括在里头啊。意根处，如果只有讲十二处，但是这个还是在里头的，它还是算在里头，因为这三者一定要合，有没有？意处，它是包括了什么？包括了八识的，它包括了八识，这样理解吗？它不是只有。哦，所以这主要还是这个根呐、啊，哈、哦，意根处有没有等于意处的意思？意处它本身就包括了，哈、哦，其实它虽然好像没讲到这个六识，其实它被包括在这里头，被包括在里面，哈、哦，所以呢，我们说这个《阿含经》里头。也是从蕴处界说起，到了大乘佛法是不是还是讲蕴处界啊？还是讲蕴处界。好，好，那所以呢，在这十一世哈，因为摄大乘论是把所有一切世分成什么十一世，十一世哈，那前面九世属于什么名言熏习，好，那第十个是属于有啊我见熏习，那么就请翻到我们的第三章了哈。我们稍微快的 review 一下，第176页有没有所知相？首先出体相，略是三相，有没有？依他起相、片计所执相跟圆成实相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倒数第二行不就讲到依他起是中心，有没有？依他起而依着依他起而显现为意，就是片计所执相。片计，啊，片计呢？也就是四意的什么显现，四意，好，也就是说它显现为意啊，好，但是呢，必须要怎样？第182页说，片计所执相，就是在无意为事当中，啊，四意显现有没有？因为所谓的片计所执相，它会比较属于什么？外相上面，它不过只是四意显现。我们没有读过啊，如果不知道学佛的话，我们是不是会觉得一切相都有意啊？到我们学了之后，说它叫做四意。啊，那圆成实相什么时候出现呢？就是它变成无意。然后这个是必须要去降低的哦，从外相上的。有意，我们是不是一直追在外相上啊？名分、财富、地位，好，动产、不动产，种种是不是都追在外相上头？为什么我们是不断的追？因为我们认为它有意，而我们现在学唯识，慢慢降成四意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四意如果能够到无意的时候呢？这个就是圆成实相了。
所谓的圆成实相啊，啊，所谓的圆成实相，也就是在183页有没有？何谓圆成实相？就是四意相永无有性啊，消失了，不见了，变成无意，不是不见了哈，从有意到四意，我们现在起码先四意，看起来好像有意义，实际上是不大有意义，只不过四意显现，而且随时是不是在变动啊？没有固定不变的。我们遍计所值的值的程度，越值的话越有意，越不值就越无意。但是要如何能够从有意到四意到无意，它的一个关键在于什么？依他起，在于依他起啊，在于依他起。所以在177页说何为依他起相，有没有？为阿赖耶识为种子，它的因缘从它的哈、啊、主要的因缘从哪里来？种子来的，对不对？阿赖耶识里头是不是有很多的种子啊？啊，它的自性，它的特性呢，叫做虚妄分别所摄诸事啊。它摄了多少事啊？11事哎，把它分成11事里头，其实每一事都是虚妄分别。好，那唯识它一直用自性，有没有？哎，它用的是自性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在这里也可以看到，赖也缘起，这边叫做分别自性缘起。有没有？所以以唯识来讲，是不是有自性的？中观呢，无自性，不同的角度哦。好，唯识认为是有自性，因为从他的前面的因缘从，从啊更早来讲的话，是从说一切有不来的，是认为实有自性。所以他一直不断的在分别自性，所以我们现在在看自性也不要不习惯，我们要知道，哎，现在我们要懂得要转位啊，哈，要移位，移到唯识来看，跟中观来看，不能用唯识来解释中观的错，不可以这么，因为他的那个什么定义不同，中观是不是很强调性空啊？说我们那个自性是妄执出来的，好。好，所以这也叫做分别自性缘起啊。在我们的第29页也讲哈，以本论摄大圣论来讲，它重的会是分别自性缘起，另外一个叫做分别爱非爱缘起，这个比较不是摄大圣论的重点。这边叫做赖也缘起，这边叫做业感缘起，但是以摄大圣论强调的是赖也缘起，强调的是赖也缘起。好，也就是说这些呢，总说都叫做什么赖也缘起，所以它会比较重在分别自性缘起。所以像依他起相呢，它本身还是有自性的，它的特性就是虚妄分别所摄诸事，有没有？也就在我们第178页的解释第一行，有没有？它的自性依他起相，哈，依他起相的自性就是虚妄分别所摄，有没有看到？并且他以乱世为自体哦，因为他虚妄分别嘛，这11世是不是都乱世啊？啊，只要我们是凡夫，我们的这11世都属于乱世，乱不乱啊？问我们自己就知道，哎，是不是有一些乱？所以我们要读这种很有条理的，很辛苦。为什么很辛苦？因为我们的基础是乱世，这样懂吗？哦，所以也不要这个，嘿，不要觉得啊，怎么这么困难？哦，其实也不会太困难。慢慢的，我们就希望我们的乱世要慢慢变得比较不乱。我们之所以是乱世，就因为我们现在我们遍计所值向上以为有意，就会乱世，对不对？所以要慢慢的变成四意的。慢慢的能够调理的出哈，能够理得清楚，啊，那他的别相呢，也就是妄视为自性的这些诸事，所以
依他起相，也就是这十一事都属于依他起相，这样理解吗？好，并且好，那这十一事就是所谓的什么身事，身者是，受者是，有没有？彼所受事，彼能受事，事事数事，处事言说事，自他差别事，还有什么善去恶去，死生事。前面九种叫做名言熏习种子，有没有看到？第十个叫做我见哈。若哈自他差别是，自他差别是，是不是就是由于我执我见来的？就各有各的看法不同，我们的看法不同跟我们的习性有关哦。好，跟我们的第七意识的染着程度有关。如果比较染着，是不是就比较狭隘的观念？比较宽阔啊，比较清净的话，它会是一种比较豁达的观念。这个是不是就是自他的差别啊？自他差别的很根本的，这样理解吗？所以这个是从我执我见熏习。好，然后第十一个是不是就叫善去恶去死生事啊？也就是有知熏习种子。这样能不能清楚一点？好，那主要呢？它都是虚妄分别所设啊，它是唯识唯性，唯识是它的特性，唯阿赖也是所变现出来的这一切。但是呢，外在的是什么？是无所有非真实显现所依啊，好吗？其实外在的这一切都是虚妄的了。所以我们常讲说叫做虚妄唯识系，有没有？为什么加个虚妄？也就是不断的提醒我们，我们的片计所执其实也是虚妄不实，只不过是肆意的显现而已。因为所有一切的现象，是不是都要透过因缘和合缘生之后，是不是自然会缘灭啊？自然会缘灭啊，自然会缘灭啊。所以目前我们也只能达于四意的显现这样子的一个看法，能不能达到这个无意的显现，那就是要到圣者的境界，这样理解吗？圣者的话就完全证实了其实这一切是无意义的。而我们现在虽然是凡夫，我们也能够接受从有意是不是慢慢要降为四意啊，不过只是四意啊，尤其事情过了之后再往前想想，如同过眼云烟啊，是不是啊？过去如同过眼云烟，当下呢又没有任何一点能够把握得住，我们现在是不是一下子又变成过去了啊？未来更是虚幻的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呢，这不过都是什么，在现象上是不是都只是肆意的显现，对不对啊？要让这种四意相呢能够永无有性呢，那么就是什么圆成实相的现前啊，就是圆成实相的现前。好，那所谓的依他起跟片计所执哈，它有所谓的能取跟什么所取哈，在185页，在第185页啊，也就是虚妄分别，虚妄分别是依他起。好，因为依他起有见识跟什么相识，见识跟相识，所以也会有能取跟什么索取。好，这里是我们的见识，我们本身第六意识本身是不是有能的能有能力的哈？往外头去看到什么相识，这个相识就会变成是什么索取。这里是不是就是能取啊？那这个部分说实在不只是这里，其实应该还要包括到这里，因为我们的见识
看到的像是，是不是有宽窄的差别啊？有没有大小的差别？心量越大看得越大，心量越小是不是看得越小，狭隘啊？所以也不只是这里哦，但是这个是主动的，这个是好被形成出来的。所以我们看到的像，我们刚刚就讲说是叫做什么示意嘛，是不是示意的显现呢、啊？所以这个部分呢叫做什么，这个就叫做遍计所值，这里就叫做依他起。好，当然十一世这里不止广义的来讲遍计啊，这个依他起相是不是十一世都有啊？好，遍计依他起相刚刚就讲了，分了十一世，对不对？分了十一世啊，但是在这十一世的运作里头，那么属于比较主动性的就叫做依他起，看到的现象叫做什么？遍计所值啊，叫做遍计所值相，遍计所值相啊。所以呢，在第185页，虚妄分别里头，比较主要的是见识到能取，有没有？啊，它会形成出所谓的什么相识跟索取。所以这个示意显现，它是比较属于那个索取，但是它也等于是虚妄分别的相识啊。好，也就是说这个有一个邪的线哈，它是虚线，而不要把它切成两件事情。那不切成两件事情，如果从因缘来想，是不是就更清楚啊？因缘本身没有范围的，有没有？比方我们说有生有灭的相，但是为什么说不生不灭啊？不落二边，是不是透过因缘生灭有没有固定切断的地方啊？没有哎，我们现在是不是生中有灭，灭中有生的现象？这样理解吗？不然的话，我们很容易就想要去把它切成两半。好，透过因缘法会比较，透过中观来想哦，会想得更透彻一点。虽然我们现在在讲唯识，但是有时候会把中观的观念讲进来，是因为讲到比较细的因缘的时候，用中观比较好想。好，这样理解吗？虽然看起来好像可以切成两段，实际上它是不是也比较是融然一体的？但是如果全部融然一体，又讲不清楚。要把它讲清楚，是不是又要去分析它啊？但是分析的时候，不要把它完全的切成两段啊。这样理解吗？虽然我们也去哈讲说，哎，这个比较属于这个见识啊，主动的，也只能说是比较属于主动跟一种叫做被动嘛，叫做心固跟什么境固，心比较属于依他起，外境是不是比较属于什么遍计所值，遍计所值。好，那所以这里也有一句话哈，第183页解释里面第二段最后面两三行的地方，有没有？为所执依他即缘成实性，净故分别故即什么二空故，有没有？这个净呢比较是属于遍计所执，净是遍计所执，这样理解吗？分别是不是由心来分别啊？好，分别故呢是依他起，这二空故呢就叫做缘成实。所以我们要到从有意的相到示意的相到无意的相，对不对？那既然外相是无意，境是无意，那分别是不是也应该无意啊？叫做二空。所以也不只是外在的遍计所值能够无意，还包括
依他起相的这个分别是比较无意啊，能所要双亡啊，啊，所以总之也就是啊，就去想象一下吧，哈，就是比较一个属于主动的分别的是心的，啊，还有一个呢是被我们分别出来的外相，它是不是就叫遍计所执相啊？它是索取的，我们本身主动的会是比较能取的部分，啊，好，那这个哈，稍微复习一下哈。那会比较熟悉，不然的话可能后面就很难讲下去哈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科判表了哈。科判表我们进入所知相嘛，第三章啊，所以呢这所知相里头就是这三相很重要，三相当中以依他起相为中心，对不对？但是呢又会夹杂着什么遍计所执相，缘成实相呢？它是自然而成的，是我们处理得了这前面两项，是不是才能够达于缘成实相？这样理解吧？好，所以我们重点可能会比较在前面的这两项，尤其以依他起相为中心，对不对？啊，因为依他起相，它是不是比较属于什么主动性的、思考性的、分别性的？依他起那个遍计所执相是不是被动的？啊，它是形成出来的一个现象嘛，啊，所以这个叫略示三相。之后呢，广成为识，有没有？啊，要广成为识啊，所以这个广成为识呢，就要明一切无意成为识啊，啊，也就是我们也讲嘛，要无意啊，就说其实外在是无意的，是虚妄的。是从有意到肆意，乃至是不是应该要无意的现前啊，才有机会圆成实相现前嘛。好，所以呢就出什么十一世体以设法啊，会有所谓的十一世，十一世啊，所以在这个部分呢就是第187页，好吗？在十一世当中呢最重要的是前面的这个五个事哈，说生者受者是，有没有？因知即是眼等六内根，这是不是六根啊？我们前面也讲哈，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哈，那彼所受是，因知即是什么色等外六界，这是不是六境？啊，彼能受是。因知即是眼等六世界，这是不是六世啊？啊，所以这个叫做五世的，这个五世不是只有讲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识啊，是讲十一世里面的五世啊，前面的五世啊。好，所以呢这个是不是也就是所谓的十八界啊？但是还有啊，其余诸世因知是此诸事的什么差别，也就是从这前面的五事的一个差别事而已啊。那当然后面也会讲到哈，尤其我们今天的重点哈，也会讲到后面的这个部分哈。好，那这个是先用这十一事哈来这个来跟法去做这样子的一个结合。啊，之后呢，还是要变为是无意，啊，所以呢，现在就等于说为是所变现出虚妄的外相的这个外相，它是不是无意的啊？我们先接受的是四意，我们要朝着四意到什么无意？啊，好，那先用譬喻来显示，啊，那么就是梦，做梦嘛。哦，梦其实是最明显的，哦，因为这个梦本身它是不是无意的，哦，做梦梦见中了第一大奖，啊，哦，在当时候好像在梦中是不是非常的高兴，但是梦一醒是不是一切又空空如也，什么都没有了，哦，这个常讲说什么梦里明明有大千，
六趣啊，哈，绝后空空五六趣，哎，就如同梦一般的无意义啊，无意的意思。就算我们看到的种种现象上来讲的话，也是，尤其当我们即将临终的时候，我们这一辈子回想个几十年，是不是也如同梦一场罢了啊？所有曾经拥有过的，是不是还是如同过眼云烟呢？哦，所以我们不要对很多的事情太过执着，非如何不可。如果没学佛，我们大概很多事情都非如何不可，有吧？哦，那尤其什么女强人，其实为什么强人都讲女强人，都很少讲男强人？是不是男人本来就该强啊？哦，尤其这种女强人型的，是不是都是觉得哦，非怎么样不可，非如何不可，一切都要在我的安排之下。过去的父母，对不对？对儿女的婚姻，是不是都由父母做主啊？但是这个时代，这个早就行不通了啊！如果儿女结婚的时候愿意告知一声，已经不错了。很多个连讲都不讲了了，是不是？很多都是告诉妈妈我要结婚了哈、不是要妈妈同意不同意，要不要看一看没啊？可能孙子都已经在肚子里，或者已经早就出来了。不同的时代哈、不同的时代就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了啊、好，所以这一切它是不是还是无意的？第190页，在梦当然我们会容易理解，那如果是在修行的过程呢，也是如此啊。所以他这里会有一个所谓的觉啊，也就是说当我们在凡夫地上来讲的话，就如同梦一般的。什么时候觉过来呢？就是真智觉，也就是超凡入圣的那个点才叫做觉，也就是证实了，验证了什么真理现象的现前，看到了诸法实相啊。我们现在是不是都看到的诸法颠倒相啊？是不是也如同梦里一样啊？其实也如同梦一样哎，我们并不是看到真实相啊。我们醒的时候会觉得梦不真实，会觉得醒过来比较真实。那现在我们纵然是醒的，还是不够真实，这样理解吗？什么时候才是真实的？超凡入圣才真实。好，所以在第191页啊，透过教理来讲的话，那么就讲到嘛，他说如果还我们这个时候虽然还没有得到真智觉啊，这个真智觉就是在190页所说的，对不对？真智觉也就是证得涅槃超凡入圣的那个点上，因为我们现在还没得嘛，但是于唯识中云何彼知啊，由教籍里因可彼知啊。如果透过教理的话，就是要用什么比量来了解。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真实相的现前，我们现在是不是还是看颠倒相啊？因为我们看到的是不平等不平等的相。什么叫做真实相？平等平等之相才是真理的现象。诸法实相乃诸法空相，有没有？不是空空如也之相，而是什么平等平等之相。而我们现在并没有见到平等平等之相哎，那我们如何去理解平等平等之相？那是不是就要根据圣教量来啊？要引经据典嘛，因为由佛陀来教我们，或者由高僧大德的论点里面，是不是也可以教导我们呢？我们要透过什么比量？因为我们有非量的基础，是不是？我们的第七意识是不是都是非量的基础啊？所以一旦自私所看的，一定不会是什么，不会真实相。所以我们说要到达这个真实相现前的时候，起码要把第七意识扶住它，让它不起作用，是不是才有机会啊？对不对？所以不只是会，还是不是还要定来怎样扶住它嘛？对不对？真理现象的现前，
所以这个我们是透过比量才有机会到达什么限量的现前。限量是不是就是真理的现象啊？这样理解吗？所以我们为什么一直用画图的方式，高度的问题，对不对？是不是也是一种比量？凡夫跟佛陀的量有的那个落差有多大嘛？那这些是不是都要根据经教而来啊？所以说是透过什么经教？这个由教理比之啊，这样理解吗？叫做以教理比之，好，所以在第192页，第192页就是在讲说，在比方说，在限量限前的时候，其实是在定慧均等的状态，尤其在定境上头，是在定境里头看的。那么这个叫做什么？三摩地所行影像啊，三摩地所行影像。那么就等于说，他所现前的这个境，他所现前的境呢，那么是在定境当中，跟所谓的这个真理的现象是不是一样的呢？一个是唯识所怎样变现出，但是如何唯识所变现出，必须我们的识，我们的心识是要跟什么真理相应相契，是不是那真理的现象才有机会现前啊？如果我们跟真理不相应不相契的话，真理现象可不可能现前啊？是不可能的哦。因为我们是不是透过名言熏习啊，会有等流的习气耶，是不是才会等流？我们从凡夫到圣者，那就是要依据这样子等流的方式，等流的方式，是不是才让我们有机会怎样，那个真理的现象能够怎样现前？所以真理现象的现前其实也是唯识所变现出来的，只不过那种在限量现前的时候，尤其也就是在涅槃现前的时候，它的这种影像呢，是完全是从什么？是从内心出来的，那么也等于说是必须要怎样？我们是不是要储备这样子的思想观念呢？不只是思想，而还要必须怎样？透过实践的其实还是要透过实践。是要透过实践出来的。所以呢，这里就会讲到在196页来说的话，也讲到嘛。像这种在定境当中所见的，那么这个是不是也是唯有事而无有境界？第196页的第二行下面有没有？我们要知道这些是不是唯有是从事所变现出来，但是怎样？什么叫做无有境界啊？其实就是无意的意思啊，无意的。就是说他没有离开事之外另有一个实际不变的东西。就算我们在定境当中所显现出来的那个境界呢，是不是都还是唯事所变现出来啊？记忆是不是也是啊？比方我记得去年如何，昨天怎样，跟定境所现的，是不是都还是唯识所现？只不过它的什么，它的明清晰的程度不同而已。如果是记忆的呢，它是泄露影像啊，隐约不明啊，忽有忽灭，在第197页的最后面，有没有？我们的记忆是不是都还是迷迷糊糊的？除非我们有能力去让这些一切变得非常的清楚明白的话，那是要透过定。这样理解吗？那比方一个不净观好了，不净观这个尤其在南传，他们是不是很容易很会去修所谓的不净观呢？
他们的不净观就是到墓地里头看，真的去看那个，把棺木打开看看里面那个死尸的样子，死尸的样子之后呢，他用眼啊，就是去把它印在脑海里头，并且要透过定境来让它非常分明的现前，非常分明的现前啊。啊，那我们说这个是不是还是唯识所变现啊？那我们一般会想说，那难道外面那个死尸难道是不存在的吗？它是存在的，只是它怎样无意。我们所看到它不过只是肆意的显现，终究它是不是还是无意的？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它不是永远不变在那里，它会不会还继续变啊？这样懂吗？啊，所谓的无有啊，比方这里说无有境界啦，这类是讲那个境界它的意义不大。为什么不大？因为它会变。要不然我们也会觉得奇怪的，哎，明明有一个死尸在那边让我们去观想，那难道那个也是我们变现出来的吗？不是我们变现出来，而是我们认为跟我们有因缘才会去看它吗？如果它跟我一点都没有因缘，我就不会去看它。它是不是依然存在？只不过这种依然存在不是不变的存在哦，这是一个很大的关键。这样意思懂吗？就说我们说这所有一切唯识所变现，是因为跟我有因缘才有机会由我来变现，跟他有因缘是由他来变现啊。也就我们看到的这些呢，也是我们的依报啊，是不是？是不是也是从我们的那个意识里，那个奥赖耶识的种子长出了我们的什么果报体嘛？那个跟我们是有关的，才有机会看得到。跟我们无关，对我们来讲是没有意义的。好，那就算对我们没有意义，但是我们不表示说，哎，这个死尸就不存在。不，就说就说这个死尸来说的话，它的意义不在于哈，就说应该怎么讲？所谓佛法当中说它是有意义的，是说它是不变的才叫有意义的。像真理法真理法则来哈，现象呢它是怎样？是变现啊？不是变现出来，就是说它是本然存在的嘛。真理现象是不是本然存在？佛陀也讲，佛若出世，若不出世，法性法住法界嘛。好，它是本然存在的东西，不是跟我们有关系没关系的，啊，它是依然是存在在的。但是像死尸啦，或者花啦，或者这些呢，它是存在的，但是我们说它，我们以为有意，为什么我们就说它是意？因为我们懂得它会变化，一直到它变无意呢，是我们完全不执着它了。为什么不执着它？因为它的这种是必然会变化。我们现在还有一点执着，所以叫做什么是意？所有的无意是我们完全放下执着，完全放下执着。就算我们在做不净观，我们对死尸也是还要再放下，还是得放下，不然的话，其实很多不净观哈，也是会在佛陀那个时代也会走上自杀的路途内。有没有这样的人啊？有哎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看到死尸。一直观的是死尸的时候，他有时候会觉得人生没有意义，因为终究会变这样子啊。但反而就会怎样？会不断的啊，就等于反而走上自杀这条路线。好，那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就先讲到这个地方哈。阿弥陀佛。